倩倩，我喜欢你。你书里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就是想让我去当一个英雄，我会为了你称霸武林，而你拥有我的全部。你才是真正的武林霸主。从现在起，我要做你的靖哥。 我要让你做我的荣华。等等等等！你要干嘛？就这小蜡烛，这小氛围，而且就咱俩。 这还不明显吗？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我们都是男女朋友了，保持什么距离呀？而且以后你是我媳妇儿，还需要保持距离吗？谁说我以后是你媳妇儿了？《射雕》里说的呀，我是郭靖，你是黄蓉，你不是我媳妇儿，谁是我媳妇儿啊？哎呀，倩倩，我都懂，书里的意思我全部明白了，我明白。 你就是想要一个像英雄一样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真男儿。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给你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恋。我要彻底征服你。等等等等！哎，好，那个李杰森，我的确是想让你看英雄，但是我想让你看的是。 郭靖一直维护大宋的呀，坚韧不拔，人畜必践，还有他对待黄蓉那样一心一意、满心赤诚。你真的以为你凭你自己就能成为英雄吗？你只能依靠着，脚踏实地的依靠着你身边的黄蓉，你才有可能成为英雄。这什么意思啊？我都理解错了。 哎呀呀呀，这不重要。反正我现在心里都是你，那我希望以后你心里也都想着我。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关系吧，就是应该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样你才能感受到我的赤诚啊。我的确是答应要做你的女朋友，但是我觉得你还不够了解我。 可真喝了不少啊！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喝那么多呀？啊，他在这陪客户应酬呢，我是纯偶遇。来吧，上车。赶紧送他回去吧。走啊，一起啊！我还有事呢，我得去找一下我们学校崔老师。不是这么晚了，家事散了。 行行行，别闹了，别闹了，你赶紧送他走吧啊！加油！老二，好好打比赛啊！看什么呢？怎么事你来接我？就喝了这么多，我不来接你，谁管你啊？嗯，加班怎么样？
现在的问题啊，出现在处理器上。我们主要解决的是怎么在短时间之内现有的资金找到一款七纳米微型芯片。希腊神话中有句话直白却刻骨，你喜欢的不过是那个镜花水月里的自己。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终于明白，原来如此。从始至终，我都是那个被惩罚的洛基所思。许多，今天的相遇是命运，让我终于可以放下你了。老天深知我的怯懦和瞻前顾后，只有真正放下你，我才能真正学会勇敢。谢谢你，让我在今天终于学会了这一点，终于勇敢。我想要的是精神恋爱。精神恋爱？我需要的是那种平淡如水、温柔细腻、恒久的浪漫，就像那天你为我挡风一样，而不是今天这样的刻意营造和安排。我真正享受的是那种互相平等、互相尊重，也互相弥补的那一种。我知道你和你之前的女朋友都是那样愉悦的，但是那真的不是我需要的。不是，我说倩倩，你可能误会我了。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我是真心的喜欢你。但是，这毕竟咱们是成年人，这成年人的愉悦这无可厚非啊。特别理解你，就对于现在而言，这是你一个正常男人的需求，也可能有很多的人把这种需求当作是一种乱来的借口。但是我的认知就是，并不是有了这部分才叫完整，没有就叫缺陷。这就是我的爱情观，你接受与否，这就是我。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好好想一想，你是否要跟我走下去。别着凉了，晚安。精神恋爱。